冬奥同学，你们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我们教材呢，分了三节啊，就是介绍了三种成本计算方法。那么这三种方法呢，实际上从考试来看哈，单独从主观题来命题的地方，其实最容易考我们的是分布法。因为如果平中法和分配法它想考你的话，它其实考的是我们第二节的产品成本费用的归集分配以及完工在产的划分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成本计算的这个基本方法呢，我们就把这三节内容给它并到一起来给大家介绍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种基本方法的比较。我们这三种成本计算方法呢，它是根据成本计算对象的不同，把这个成本的计算方法是分为平中法、分批法、分布法。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如果成本计算对象是品种，那就是品种法。那么如果我们的成本对象呢是批啊，按批别，那就是分批法。如果成本计算对象是步骤，那就是分布法，对吧？就是按照我看按什么，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成本计算对象，也就是说你要等于说按照什么来开这个成本计算单，是吧？那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三种成本计算方法它们的区别。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首先它们的成本计算对象是不一样的，品种法是产品的品种，分批法产品的批别，而分布法呢是各种产品的生产步骤。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强调啊，你看我们这三种成本计算方法，其实最基本的方法还是品种法，对吧？我们最基本的话还是品种法，就哪怕你说你是按批别来设置这个明细账，那你也得说明这批产品是生产的哪一种产品啊，对不对？所以最基本的方法是品种法。但是我们来看他们这个区别哈，你看我们这个品种法呢，它是开设成本明细账的时候，它就只要标明是哪一个品种就可以了，而且只要是这种产品，那我们就是都在这个明细账里面去归集。只要是为了生产，比如说我们企业有甲乙两种产品，那因此呢，凡是用来生产甲产品的有关费用，那就在甲的明细账里面去归集，生产乙的在乙的明细账去归集。那么品种法它的适用范围呢，主要是适用于什么呢？大量大批的单步骤生产啊，或者是说我们虽然是多步骤，但是管理上不要求按照生产步骤来计算产品成本的多步骤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品种来开设明细账。那么在实务中啊，像这个发电是吧，还有什么供水啊，或者说采掘啊，像这些通常我们就是按它的这个就是品种来开设它的这个明细账，是吧？那么分批法呢，它是按照什么呀？产品的批别。那么它的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单件小批类型的生产。我们书上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像造船啊、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或者是新产品的试制，或者包括设备修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组织生产是小批量的，甚至是单件，比如说我要造一个大船，或者是包括飞机，我们要造一个飞机，那我就这一件产品我就可以开设一个明细账，对不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汽车修理行业，那它通常也是用分批法，因为你想它每一次的车损坏的部位不一样，是吧？有的车可能它比如说是这个后面让别人给撞了，我要修的是后面，对吧？有的车呢可能是这个旁边跟别人剐蹭了，是吧？那车门要去修一下。有的是前鼻子跟别人撞了，要修前面，坏的部位不同。另外呢，我们每一种车它有的是豪华的，是吧？比如说这个宝马奔驰的，那有的是属于很便宜的，我们就普通的那种车，那你想你这种成本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只能是什么呀，按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订单来，是吧？按订单来。所以我们的开设成本明细账这个成本计算对象，我们是按产品的批别或者订单。那么它和品种法区别在于什么呢？可能是这个一种产品我有可能会分设多个明细账。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设啊我是一个专门的就是生产零配件的一个厂家，然后我按订单生产，就是顾客来了要求了，我们就按订单来加工。比如说呢 ,5 月3号有一个客户委托我加工这个 A 零件，加工100件 A 零件，
那因此呢，我5月3号我就开设一个明细账，是吧？比如说我说501批就是5月份的第一批，然后呢产品品种 A 零件，所以我们要注意，其实品种是最基本的，你即使是按批别设，我也要标明是哪一种产品，对不对？然后呢我就 501 批，我们就开了一个明细账，然后就开始归集，为了生产这100个 A 零件，我们要投多少材料，多少人工啊，相应一些费用等等，然后我就来核算它的成本。然后等到5月28号又来了一个订单，他恰巧啊，比如另外一个客户也让我恰巧让我生产的是 A 零件，让我生产呢这个50件 A 零件，那我28号怎么办？我得再开设一个明细账。你看我都是 A 零件，但是呢我们因为是按批别按订单生产，我就得再开一个明细账。比如说啊，假设我说是502批是吧，我们生产的是 A 零件，也是 A 零件，但是给另外一个客户加工的，对吗？所以你像如果是品种法，我就是开设明细账 A 零件，开一张明细账，你别管是什么时候来了，我就开始归集费用，因为我是大量大批的生产。但是分批法呢是小批单件，所以我们是按批别来开设这个明细账。那么对于分步法呢，它是什么呀？各种产品的生产步骤，它呢实际上是适用于大量大批，但是管理上要求按照生产步骤计算产品成本的多步骤生产，对吧？比如说我们像冶金啊，纺织或者机械，它一般来说它是要分步骤。比如说我们就以纺织为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纺织厂，当然我纺织厂的话呢，我们这个生产，比如最开始来进来的棉花以后，我要纺成纱，那么我们纺完纱以后，我再把纱呢再织成布，然后这个布呢，我就把又变成我的衣服，因为我们要有自己的品牌的衣服服装。而且我们这企业，我们不仅卖服装，我们有的时候我的中间这个半成品也出售，就是我的布批也对外出售，我的纱呢也对外出售。那这种情况下，你想我要卖纱也卖布也卖服装，我最终当然是卖服装，但是我的这个布批和纱呢也对外出售一些。那你要出售这个半成品，我就得知道它的成本是多少，我才好定价，对吧？我别卖亏了呀，我的价格得弥补成本啊。所以我就有必要什么呀，分步骤来核算我的产品成本。我得知道每一个步骤的它这个，比如说纱的成本多少，布批的成本多少，还有我的服装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所以呢对于分步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适用于大量大批的啊，我们也是大量大批的生产，是不是？而且呢是管理上要求按照生产步骤计算产品的多步骤生产，对吧？你像我们刚才谈的品种法也是大量大批，但它主要是适合单步骤，或者是管理上不要求分步骤计算的多步骤生产。那我们对于成本计算对象呢，就好比我就要开设什么呢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都是比如说我这个企业是吧，假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服装厂，对吧？你看我进的有棉花，然后我把它纺成了这个纱，然后又是我的这个布，又是服装，对吧？是棉类的这种。然后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麻，是吧？我还进了一些原料麻，然后我们也是要给它比如说纺成这个纱呀，变成布，变成我们的服装。那就是两个，比如说我是麻质的，是吧？啊，就是然后另一面是纯棉的，是不是？那我有两，假设我就这两个品种吧。那我这两个品种的话，大家看我每一个品种我都要开设一个什么样的明细账呢？我们在纺纱这个环节我就要开一个，是吧？明细账。然后织布这个环节开一个，然后最后的服装。然后呢这个麻类的这个服装类呢，也是我要考虑纺纱这个环节、织布这个环节还有服装这个环节，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两个品种，对吧？你看我也是两个品种。那么我在设明细账的时候，就不像我们前面品种法就只设两个明细账，就比如说棉质的服装、麻的服装，我就开两个明细账就足够了。但是我们是这个分步法什么，我得开什么呀，等于说六个明细账，对不对？光这个棉系列的话，我就有纺纱、织布、成衣，然后的麻质这个系列是有纺纱、织布、成衣，那就要开六个明细账。它是什么呢？各种产品的生产步骤，每一个步骤都要开一个明细账，这是分步法它的这个特点，是吧？它适用于大量大批的。
这个管理上要求分步计算的多步骤生产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成本计算期，大家看品种法呢，由于它是大量大批的生产，是吧？就比如说我发电，我常年累月一直这样发电，那我们会计要分期核算啊，所以它的成本计算期啊就和会计核算期一致，也就是说我要分期核算产品成本，我就比如说每个月月末我要核算一下当月的成本，对吧？但是小批单件这种分批法呢，我们的成本计算期啊，它是和生产周期基本一致，和会计核算报告期就不一致。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吧？5月3号来了一个订单，那我就5月3号才开设这个明细账，我5月1号没有这个明细账，对吧？或者5月28号来了个订单，那我刚刚开始设这个明细账，我是5月28号才刚刚开始出现，对吧？然后呢，等到它完工了，哎，就结束了。所以它的成本计算期和我们的就是生产周期是一致的，和会计的核算期不一致，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分步法呢，它和我们的品种法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大量大批嘛，所以我们是需要就是定期核算，所以成本计算期和会计核算期一致，这是成本计算期的这个特点。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完工在产划分的特点。对于品种法，因为你是大量大批的生产，所以如果月末有在产品，那你就要划分完工在产，对不对？但是我们对于分批法呢，大家看我们是适合小批单件的生产，特别是像单件产品，要么完工要么在产，所以一般我们指的不是绝对的，就是一般不存在完工在产的划分，对吧？如果要是说有跨越陆续完工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也要划分完工在产，但通常因为它批量很小，可能当月就完成了，是吧？或者当月都是它可以集中完成，是吧？要么都完成，要么就没完成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说不需要划分完工在产。然后分步法呢，因为也是大量大批的生产，长年累月的生产，所以我们因为要定期核算嘛，所以到了会计期的期末，也到月末的话，通常我们就要划分完工在产。而且这个完工在产，你除了要考虑我们按照品种来计算结转我的产品成本，是吧？我们比如说我的服装最终有多少成衣服装完工多少，你还要计算每一个步骤的，对吧？每一个步骤的它，比如说纺纱这个步骤我们有没有完工在产啊，然后我们这个织布这个环节有没有完工在产，对吧？所以我们划分完工在产要分步骤去划分完工在产，这就是我们三种基本的成本计算方法它们的特点。而且三个方法最基本的是品种法的啊，最基本是品种法。所以你看我们教材在前面第二节介绍产品成本的计算归集啊，就成本费用的计算这个归集，还有完工在产的划分，它都是以品种法为例来举例来说明的。我们现在来结合以往的考题来看一下啊，其实就是第一个考点，大家就需要注意这三种计算方法相对比的特点。首先我们看这个单选题，他说甲制药厂正在试制生产某流感疫苗。你看它是试制，它不是大批大量的生产，对吧？它是小批量的试制。所以这种情况下一看这个试制啊，那就是应该什么呀？分批法。因为品种法和分步法都是大量大批的，对吧？所以像小批单件这种我们适合分批法，所以应该选 C 的。我们教材呢对于品种法它也举了例子，它通过就是以我们的这个甲产品乙产品为例，是吧？谈了一下怎么开设明细账。其实你可以看所谓产品成本计算单就是产品成本的明细账。在品种法下它是按产品的品种来开设明细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开了两张明细账，一个是甲产品的明细账，还有一个呢是乙产品的明细账，我就开两个明细账。然后分别来归集它每一种产品各自的有关费用。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关人工费用是这个生产工人的工资啊，我们既生产甲也生产乙，那么你就需要采用一定的分配标准，把这个有关间接费用多少分给我们人工多少分给我们甲产品的人工费用这儿，多少分给乙产品的人工费用这儿。也就是说其实考试如果考你品种法的话，它就是考你什么呀？间接费用的分配，对吧？因为品种法我们多品种嘛，
有的时候像制造费用啊，或者说有的时候给你的人工啊，它是几种产品共同承担的，那你要会按照一定的分配标准去给我们分配间接费用。另外呢，还要划分完工在产，是吧？是按照约当产量法还是按照什么方法，所以会给你要求啊。所以品种法这块大家不用单独再去掌握它了啊，就是我们就比照前面第二节的那个最基本的完工在产的划分方法，还有间接费用的分配方法去把握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分配法，那么分配法其实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它的成本计算单呢，它是按批别来设置。我们可以结合书上的例题，大家看这个例13到12哈，说某企业按照购货单位的要求小批生产某些产品，采用分批法计算产品成本。该厂呢4月份投产了假产品10件，批号是401。5月份全部完工，那也就是说4月份投产，但4月份全都没有完工，都到5月份才完工。所以你看它因为批量小，所以它都是4月份全都没完工，5月份全完工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完工在产划分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他举的这个例题，他告诉我说5月份的乙产品投产是60件，批号501，但是当月只完工了40件，并且已经交货了，还有32件没有完工。所以我们说分批法一般不存在完工在产的划分，但是如果当我们这个分批的这个生产它的批量比较大，我有跨月陆续完工的情况下，你也要划分完工在产的。所以你像我们这个乙产品，他已经告你诶有40件完工，还有20件在产，所以你也需要划分完工在产。我们可以看书上这个给我们这个答案，大家看这个表13到10啊，就是我们这个 401P。你看 401P 它是生产什么假产品，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了品种法最基本的。只不过呢我开明细账它不是按照品种来开设，我按批号来开设，然后标明它是哪一种产品就行了，对吧？我们很有可能，我讲很有可能同一种产品我有可能设两个明细账，就是因为不同的生产批别我就开不同的明细账，这是和我们前面品种法不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 401P 呢，4月份没有完工，5月份我们就根据这个材料费用分配表，我们来分配我应该承担的材料人工啊，还有制造费用，我们把它分配来以后，比如说我要5月份又追加了一些材料人工制造费用，就用月初的余额加上本期又新发的那些费用，然后合计的就是月初加本月的费用合计。由于我们这个5月份全都完工了，等于说5月末没有在产品，所以月初加本月的费用合计就是你的完工的产品成本，一加就是了，对吧？那我们再来看 501P 是5月份投产的，5月份呢我们就归集它有关材料人工和制造费用，然后呢它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产品啊这60件投产了60件，但是呢完工了是多少呢？40件。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划分完工在产，是吧？按照一定的方法要划分完工在产。那么这个完工在产划分呢，那你像我们这道题它就给出你这个要求，它告你呢我的 501P 产品呢月末是部分完工的，而且完工产品数量占总指标的比重比较大，所以要采用适当的方法把产品生产费用在完工和在产之间去分配。他说材料费用是生产开始一次投，所以这样就简单了。大家看，由于材料是生产开始一次投，所以你总共投了60件，对不对？我们完工是40件，在产品呢当然就是20件了。由于我们材料在生产开始一次投，那我分配这个材料费用，大家看有待分配的材料费用是18000，对吧？那我怎么来分呢？那就是待分配的材料费用18000，直接按照产品的这个数量，完工了40件，在产20件，所以18000除以完工的产量加上在产品的产量，这样一除得到我的材料费用分配率，乘以40分给我的完工，然后把分配率呢乘以20分给我的在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材料分配完12000和6000，这就是我们这一块哈。然后我们看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的分配，对于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的分配呢，它告诉我们是用这个约当产量法，是吧？约当产量法。那既然用约当产量法，我得知道我的这个在产品的完工程度，是吧？因为约当产量是拿在产品的数量，我们已经知道是20件在产品，但是我得知道完工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看书上这个表13到2，
它就是告我们这个乙产品的这个约当产量哈，它给出了我们每一个工序的在产品的数量，20件啊，我们有4件分在第一工序，还有4件在第二工序，还有12件在第三工序。然后呢，它的完工程度呢，它也告诉我们了，第一道工序的完工程度 15%。所以这样一来4乘以 15% 就 0.6, 约当产量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在产品的这个约当啊，约当的产量，约当完工产量是不是。那我的约当产量，那第一步骤4乘以 15%, 第二步骤是4乘以 25%, 第三步骤是12乘以 30%, 对不对，就是三个工序啊，就是每一个工序它完工率不同。那我们把它加起来得到约当产量是10件。那既然约当产量是10件，那大家可以看我们前面这个表，有待分配的费用是1650。所以它这个其实所谓的单位成本就是谈的我们的分配率。我们的分配率怎么算呢？待分配的费用1650，比上一个呢完工产品的产量40，在产品的约当量是10件，这样可以得到啊我的分配率。然后你把分配率乘上40分给完工，乘上在产品的这个约当量10件，就是分给我们的在产品。制造费用也是一样啊，对吧？所以你可以看我们后面给的这个答案。我们对于制造费用它的分配率，待分配的费用4800，完工产品40件，在产品约当产量10件，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分配率，乘40分给完工，乘10分给在产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你像我们这个人工啊，还有这个制造费用都是这么来确定的，对吧？这是我们谈的分批法。大家其实看我们刚才讲的平衡法、分批法的书上的例题，它实际上就是想说明我们开设明细账是如何来开设。平衡法是按产品的品种，而分批法呢按照产品的批别，当然里面也要注明你这一批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对不对？但是它开设明细账是按照产品的批别。但其实成本的计算呢，如果真的考平衡法、分批法，大家可不要说我们只掌握难的，简单的反而不会了啊。我们说其实平衡法、分批法如果考你，就是考间接费用分配和完工在产划分。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考点重点就是要把握三种成本计算方法，就是平衡法、分批法、分布法相对比的特点。那么下面我们重点来看第二个考点，就是产品成本计算的分布法。分布法的成本计算啊比较有特点啊，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以往的注会考试啊，我们第十三章成本计算比较喜欢考的就是我们这个分布法。对于这个分布法呢，实际上我们是根据这个成本管理对我们这个各个生产步骤成本资料的这个要求的不同，实际上就是我们按照你要不要计算半成品成本是吧，我们就把这个分布法给它分为两个，一个是逐步结转分布法，还有是平行结转分布。另外逐步结转还进一步分为综合结转分布和分项结转分布。那我们分别来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逐步结转分布法。这个逐步结转分布法它也称为是什么呢，计算半成品成本分布法。就这个方法呀，我要计算各个步骤的半成品成本的。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按照产品的加工的顺序逐步计算并且结转半成品成本，一直到最后的步骤我们就才能够算出来我的产品成本。就是逐步结转，它的特点在于半成品随着实物的转移在各个步骤要结转的，要计算各个步骤的半成品，所以它称为是计算半成品成本分布法。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理解哈，假设啊，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纺织厂是吧，那我们三个步骤，比如说第一步骤啊，我是纺纱，第二步骤织布，第三步骤成衣是吧。那我们首先来看啊，假设我们这个月，我们假设我们是第一次啊，初次生产，初次投产，假设我的材料啊，我随便说我投了比如说1000是吧，假设人工啊、制造费用啊等等，比如说我们投了2000，就是纺纱这个环节。然后我们到月末就要划分完工在产，假设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在产品很少，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不计算在产品成本的这个这个完工资产的划分方法，是吧？我的完工资产划分是不计算在产品成本法。那计算既然是不计算在产品成本，也就是我们都完工了，所以我们本月这个费用哈，1000加上2000，我可以得到我的半成品成本，那就是3000，对吧？然后呢，我们假设啊，不设半成品库。你看，我们第一步骤把棉花反成了纱，纱出来以后呢，我们第二步骤就要领用，是吧？要领用这个纱去给它织布去。那我们现在来看综合结转啊，逐步结转分布法，我们教材重点讲的是综合结转法。什么叫综合结转呢？就是我们这个半成品啊，它随着实物的转移，在各个步骤要结转。但它转的时候啊，它是按照一个综合的一个数据，就像我这块半成品总共是3000，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第二步骤领用这个半成品，那我登到我第二步骤的明细账，我就是按照一个总数3000给它登进来。你可以是登在这个半成品成本这个项目下，或者是我们就是放到直接材料那个项目下都可以哈，就看你怎么来设明细账了。总而言之，我是一个总数转过来。然后我们第二步骤呢，我们领用了这个第一步骤的纱，然后我们第二步骤呢接着要织布啊，所以我们也要给工人开工资啊什么的哈，也有各种费用。所以我们第二步骤又追加了一些人工啊、制造费用啊等等。那比如说我追加的这个工资啊、费用等等啊，假如说随便说说，比如说2500。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月末也是一样，我要划分完工再产。我们同样假设我们是不计算再产品成本分布法。那这样一来，那我的这个总的，也就是我这个布的成本，我想问我第二车间这个生产的布成本多少呢？那就是5500，对吧？那么如果是按综合结转呢，我们最后一个步骤要领用这个布啊，要加工成服装，是吧？那我们这个综合结转法下，它就是一个总数转过来，转到这块5500，然后我们呢，因为你要把这个布给它变成我的服装，那你可能还要进行这个比如裁剪啊，是吧，加工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比如说又投了这个人力成本，是吧？比如说我随便说我投了假设4500。那要这样一来的话，大家看，假设我们没有再产品，那我的产成品成本大家看总共多少钱呢？就是10000。所以我这个服装值多少钱呢？服装成本是值10000，对吧？你可以看一下，按照逐步结转分布法，它实际上呢是我们到最后一个步骤才能够累计得到我的产成品成本，对吧？我的产品成本总共是10000，而且半成品随着实物的转移，在各个明细账是要结转的。那你看我这块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它是一个综合的项目，给它转过来，是不是？那么综合结转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把上一步骤的半成品转到我下一步骤的时候，我们是用直接材料或者是专设的半成品，那就有的时候考试不一样的啊，你看他给你什么，对不对？他可以是给他转到我们下一步骤，就是原材料那个，就直接材料那个项目下，也有可能是他的单设一个半成品这个项目，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啊，我们刚才谈了逐步结转分布法分为两种，一个是综合结转，还有一个是分项结转。那么分项结转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一步骤转到下一步骤的半成品成本，它是以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这些项目分别转入下一个明细单成本计算单中。大家看，如果是按照分项结转，同样是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是吧？大家可以看，我们材料是1000，人工是2000，对吧？我们第一步骤，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分项结转法呢，它在划分完工再产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也是要分成本项目来列示。假设我告诉你，我们还是不计算再产品成本，还是零。那我这块就登记的时候，我的半成品这个账在登的时候，就材料1000，比如人工制造费用，假设啊，我们就合在一起，总共是2000。那现在呢，我们第二车间是领用了你们的这个纱，是吧？领用了第一步的半成品来进一步生产。那我领用了，总共应该领多少呢？3000。但如果是采用分项结转，那大家看，材料在这儿转个1000，然后人工我转多少呢？
2000，对不对？人工制造费用转2000，就把它转过来。但是你注意啊，我们第二步骤要给它织成布，把纱织布还要投人力物力啊，所以还要支付工人工资啊，还有一些有关设备的折旧等一些有关的费用开支。所以我要加上我们第二步骤，我们又追加了这个成本，对吧？那我们第二车间，那我们刚才谈了，我们实际上第二步骤是2500的这个工资制造费用，那么就把它加起来2500，是吧？所以呢，我们假设还是不计算产品成本，那像我们这个半成品这个里面，就是材料我要登记是1000，而工资和制造费用的合计啊，那我就是4500，就这么来登，就分项列式。那以此类推，我们到第三个步骤呢，大家看这个半成品，你看我们前面综合法就是把这个5500直接拿过来，但是分项结转不是这样的，这5500啊，有材料放在这里，人工呢我们放个4500转过来，但是你注意我们成衣车间我们要加工服装啊，也要追加人工啊材料，我们这一块呢告诉你说呢，我们要追加4500，所以要这样一来，我要又追加4500，对吧？然后你可以看我们加起来，比如说我们没有产品，那我的产品就是10000，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分项结转，它是按照它原始的成本项目，我不是用一个综合的数，我是按原始成本项目去转，所以分项结转法不需要做成本还原，就是要在客观题注意，但综合结转法我们通常要做成本还原。这个成本还原怎么做我们后面会讲，是吧？什么叫成本还原？就是还原为最原始的成本项目。那我们先放一下，先看一下逐步结转分布法怎么来计算我们的产品成本。大家看书上这个例题，说假定甲产品的生产是分两个步骤在两个车间内进行，第一车间为第二车间提供半成品，然后半成品的收发呢都是通过半成品库来进行的，两个车间的月末制产品都按定额成本计价，那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考试考你定额成本计价，它必须要给出我单件制产品材料定额呀、人工定额、制造费用定额，要给你，因为它是预先定的嘛，所以它会给我。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也是啊，就像我们前面是，你要归集它的成本费用，是不是？根据各种成本费用分配表，我们把这个有关的这个费用啊填到我们的明细上。首先大家可以看月初制产品，这是上月月末的已知数，对吧？本月的生产费用呢，那就是本月我们啊说这个零用的材料啊、人工制造费用都有了。然后月初加本月费用合计我们也有了，然后就要划分完工在产，对吧？那么就完工在产的划分呢，因为它这道题告诉我说在产品按定额成本确定，也就是说最后一行我们先确定，这个考试会给你，那比如说给你单件的在产品定额，你把件数乘上它就可以，所以这个是已知的。所以这个既然有了，完工产品转出这块我们实际上是到几的，是吧？这是我们谈的有关第一车间，我们划分了完工在产了，是吧？比较简单，完工产品是到几出去的。而且呢，也我们书上也解了有会计分录。你想，我们这个半成品完工了，总的合计是多少呢？151200。所以我们做的会计分录，借这是半成品，对吧？然后带我们的基本生产成本一车间，这样就可以啊，等于说完成了我们第一步骤的成本计算。我们再来看第二步骤。那么第二步骤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一车间它完工了，这个半成品要入库，因此我要登记半成品明细账。而这个二车间呢，从半成品要领用，那么它也会影响到你的半成品的明细账，也会影响我第二车间的你基本生产成本的这个明细账数额。我们可以看书上这个表13-4。这表13-4啊，就是一个半成品明细账。考试的时候，你像月初余额一定是已知的，本月增加这个数量，如果让你填，大家可以看我们本月增加多少半成品，它不就是你刚才你看这个表13-3，第一车间完工的半成品是不是给的我是800呀？然后我们一般来说考试啊，就像书上举例都是以综合结算法，那我这800的半成品成本多少呢？大家看151200。那因此我们在填这个半成品明细账的时候，你看
本月增加的数量800，增加的成本151200，这是前面给我的呀。然后月初加本月费用合计，我们可以有这个啊总的这个数量，是吧？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啊我们就是加权平均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登记这个半成品的这个所谓减少的数？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合计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把前面的这个月初的加上本月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月初的实际成本加上本月增加的成本，所以单位成本这个188呢，我们就是因为是加权平均法嘛，那它就是把这个206800这个总的啊我的合计的实际成本除以我总的产量1100，这样得到我的单位成本。然后我们再看本月减少这个900，它考试一定是已知的，它会给你。那我们这个实际成本这一项啊，就需要我们来填这个半成品的减少。那这个怎么来填的呢？那就是说大家看，我们单位成本是188嘛，我们总共本月减少了900件，所以把900乘上188就可以得到我们本月减少实际成本。所以这个是算出来的，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单位成本了，是吧？我们当然这个是加权平均单位成本，就是拿月初的这样把本月增加的，你除以一个总的，就是我们的月初的产量加上本月投入产量，就是算一个加权平均单位成本。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啊，它经常会有变形。它比如说我们今天考试，我们考你呢，我们说半成品是按先进先出法来计价。那我们来分析，如果它考试要让我按先进先出法计价，你可以想一下，我们这个900这个减好的数量，首先我要先用什么呢？先用我们的月初的这个300，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900件这个领用这个存货成本呢，有300件它的成本就是55600。然后还有600件怎么来算呢？就要考虑单位成本乘上我们这个半成品数量嘛。那这个单位成本不就是我们本月完工的啊，就相当于我们第一车间，是吧？本月增加的半成品是151200，然后它增加的产量是800，那你就可以得到啊我们这个单位的成本，是吧？单位产品成本，然后再乘上一个呢这个600，因为我们总共是900件先进先出，所以先用月初的，然后再考虑本月的，本月的话呢就剩下600，是这样。所以这些加起来的啊，那就应该是，比如说等于说这两个加起来是169000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书上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就稍微改了一下，如果考试改成先进先出，我们要会做，对吧？同样对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生产车间领用半成品呢，那当然是借生产成本代制制半成品，对吧？然后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车间的这个明细账，我们还是以我们书上那个例子哈，还是按照那个加权平均成本法来计算这个半成品的那个成本那一块啊，就是我们存货是按照这个加权平均法计价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一行月初产品定额成本它是给我的已知条件，是吧？然后本月的这个费用呢，大家看啊，这个数考试时候这个数是要我们自己填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逐步结转法半成品随着实物的转移在各个明细账是要结转的。就好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最开始哈，我们第一车间它完工了多少呢？151200。那么这个完工的这一块我们要转到哪里？就转到我的半成品明细账这里，对不对？就说我们因为从第一车间完工转出，转入我半成品明细账。然后我们第二车间要领用，第二车间领用多少了？900件。我们算出来成本是169200。那么这个169200就要随着半成品的转移，因为我们第二车间领用了它了，所以呢就从我的半成品明细账转出，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车间的明细账。所以这个呢是根据我们前面啊我们这个本月
啊，就是半成品明细账，半成品明细账那个我们本月减少那个数，对不对？像人工和制造费用本月发生，我考试一定会给你的。然后我们月初加本月费用合计有了，然后也是它这道题比较简单，是告诉你再产品按定额成本，所以完工的产成品是到几的，对吧？啊，那同样我们这个产成品入库的分录就借产成品贷基本生产成本，对吧？那这个都是会计常识了哈。一般我们考试很少考会计分录的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逐步综合结转法下的成本还原啊。你看我们的逐步结转法，我们谈的有分项结转，还有综合结转。那么分项结转不需要做成本还原，需要还原的是什么呀？针对逐步综合结转法。那我们来看，首先看为什么要做还原。其实还原的目的就是为了真实的反映我们产品成本的这个项目的构成，它的原始构成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啊，假设你看我们这个企业啊，它比如说我是分成三个步骤哈，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还有我们的这个制造费用。然后我们第一步骤的直接材料呢，我随便说个数，比如1000，人工2000，制造费用3000。然后我们合计就是6000，然后我告诉你，我这个企业是不计算再产品成本。我们先看简单一点的哈，如果不计算再产品成本的话，那我本月的再产品是零，完工的话呢，加起来是吧，我的完工产品成本总共是6000。大家看，按照综合结转法它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第二步骤是吧，比如说我开设明细账，我们也是设置的材料、人工、制造费用，我们第二步骤要领用第一步骤的半成品，它不是完工半成品吗？我们假设不设半成品库，把它都领过来了，所以我们第二步骤我就会说我的半成品直接材料是6000，然后我们第二步骤呢又追加了一些人工，是吧？比如说我们又追加了这个人工3000啊，然后制造费用啊，比如说我们又追加了这个随便说个数啊，比如说我说4000这样，那么我们加起来了13000，对吧？假设我告诉你，我还是说我不计算产品成本，是这样。然后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看第三步骤。第三步骤也是我领用了上步骤的半成品呢，进一步加工。所以我们是把它领用半成品，是吧？比如说我领用的这个是这个布坯，所以我在我第三步骤领用的布都是我的原材料，我就登到直接材料里头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工呢，假设我们比如说3000。啊，制造费用比如说2000，啊，所以累加起来我总的成本啊，那就是18000，啊，假设我们都是不计算产品成本，那大家看，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完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说前面第一步骤、第二步骤都是完工的半成品，而这个18000是我完工的产成品。那么大家可以看，对于我的完工产成品呢，我们如果看它这个明细账，我们就会认为啊，这个企业它的服装，为了生产这个服装，它主要的成本是什么呢？材料。我会认为这个企业成本构成啊，材料占的比重最大，人工和制造费用占的比重最小。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最后一步的产成品的明细账，等于说出来产成品的数据，一看材料比重最大。但实际上你可以想一下，我们这个第三步骤所领用这个布，这个13000，如果从最原始来看，它其实13000它不是我的材料，它是包含了第二步骤和第一步骤的什么呀？人工和制造费用的。所以什么叫成本还原呢？就是你要把我们这个第三步骤所领用的上步骤这个半成品啊，我们要做成本还原，就是这个13000它不是我真实的材料。其实呢，我们要做成本还原的话呢，就等于说一般来说从后往前推，我们先按照上一步骤，比如说我把13000先按照上一步骤，我把这13000给它分解一下，那变成我们所谓的这一分解，就变成我的材料是只有6000，对吧？然后人工这块我说3000，制造费用比如说4000这样的。然后怎么办呢？再分解，因为你这个6000又是耗上一步骤呢，我把这个6000再给它分解，是吧？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6000再给它分解成我真实的这个，等于说这个我就要给它分解了。是吧，我们把这刚才我们说把这个13000拿走，分解为我们底下这一块，然后你再把这个6000再给我还原成我的真实材料只有多少，只有1000，对吧？然后呢，人工比如说2000，制造费用3000，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还原成最真实的原始的成本项目的话，我的材料占的比重很少，我的材料只有多少？只有1000，而人工是多少呢？那就是8000了啊。制造费用呢？啊，实际上就是9000。那你和你刚开始说材料占比重最大，很显然不一样，是不是？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想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在逐步综合结算法下，由于你结算是一个综合的项目，所以它不能够真实的反映我们产成品的成本构成。所以我们说的成本还原都是只针对产成品的成本的构成的还原。那我们的还原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一般都是按照啥啊，按照本月所产的，像我们是一个简化。你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是没有再产品啊，我们一会儿会看前面书上的例子。我们按照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成本结构去还原。而且还原的时候从最后一个步骤开始去还原。对吧，我还原的时候都从最后一个步骤，然后都是按照我们上一步骤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还原。那我们的还原的次数要比正常步骤会少一步。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3步，那你要做成本还原就得还原2次。从最后一个步骤开始都是按照上一步骤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还原。那么下面我们结合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哈，大家可以看我们刚才已经把第一车间第二车间的成本明细账已经等于说都填好了。那我们什么叫成本还原？是针对产成品来谈的，对吧？因为我们是要知道我最终的产成品它的成本的这个按照原始项目来列示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先来看，你看我们第二车间呢，它的产成品转出，按照它目前的情况，它的材料是多少？189000，人工19500，制造费用只有就是3万，是吧？等于说我们的人工和制造费用加起来刚4万多，材料占的特别大，189000。但是我们说这个不是我的最原始成本项目，我们需要什么呀？什么叫成本还原？就是要把产成品里面这个半成品这个项目啊，要给它去还原。那么在还原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这个上步骤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还原，就是我们要还原的是这个，就是我们产成品里面所耗用的半成品这个数额。但是还原的时候是按照什么样的结构呢？按照上步骤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那我们来看上步骤第一车间，大家看我们第一车间我的半成品的成本合计是不是151200啊？那现在假说我想问你，我这个151200里面材料的构成是多少？那大家看我的半成品的材料的比重，那就是拿我的材料是不是12万啊？12万除以151200，对不对？我可以得到材料比重，比如说我用 X 来表示我的材料比重。然后我接着问你啊，我们这个151200里面人工费占的比重呢，那当然就是拿我们这个人工的16000除以总的151200，我得到我的比重是 Y， 对不对？然后我再啰嗦一点啊，我又想问你我的制造费用比重呢，我写在这里哈，我的这个半成品里面啊，它因为我要按照我们上月啊，就是按照本月所产的上步骤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嘛。那我们就是按照上步骤，不是第一步骤，就第一车间嘛，第一车间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我就算一下。那我制造费用的这个占的比重，那也是用制造费用这个15200除以总的半成品的这个合计151200，我得到这个比重，比如说我是 Z。大家看比重有了，现在我让你做成本还原，我想问你189000里面究竟真实的材料是多少？那我们说太简单了，我要把它分解为直接材料，那就是189000乘上你刚才的这个材料比重 X 呗，对吧？然后我们的直接人工应该是多少呢？我把这个189000乘上人工的占的比重，是不是 Y 啊？对吧，我就要想看它的半成品中的材料人工制造费占多大比重嘛，那我乘上 Y 啊。那么制造费用呢，我们就是把这个189000我们乘上一个我们刚才算出来的比重，
所以这189000就分解为我们的材料、人工和制造费了。分解完以后，那大家看一下，我如果想问一下你，我的产成品中真正的材料是多少？那就只有这块了啊。我们分解完原始项目材料是这块，而人工呢，189000里面人工有这一部分，对不对？你还要把这个我第二车间本身还有19500给它加上啊。制造费用也是，我们189000里面有一块我分解出来制造费用，再把我们第二车间这个产成品里面的这个制造费用30000加上，加起来以后才是还原后的啊，按照原始成本项目列示的我们的产成品的构成啊。那其实你看，我们如果用填表的方式啊，你看我们做成本还原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我们的产成品是吧，就是我们产成品的成本项目啊，要按照最原始的成本项目来列示。就比如说像我们这道例题，我们第二车间完工再产啊，我们产成品转出这块，你看直接材料189000，但是我们说它其实还不是真实的材，它实际上是我们领用的上步骤的半成品。所以我们在填的时候，我把这189000就填到这个半成品这儿，对吧？它实际上不是我真实的原材料。然后但是我们人工，人家还是追加人工，人工是19500。然后我们的制造费用呢是30000。然后我们成本合计就是238500，对吧？所以考试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以往考试也是这个成本还原表会给你，对吧？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我们在做成本还原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本月所产的上步骤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还原，是吧？我们是按照本月所产的上步骤的，那我们就去找本月所产的半成品。大家看，我们就第一车间了，第一车间本月所产的这个半成品，那就是我们这个材料是多少呢？120000，对吧？我们的材料120000，人工呢是16000，对吧？我们把它就列在这里，16000。制造费用呢是15200，对吧？15200，然后成本合计，对吧？就是我们上步骤的这个151200，对不对？对，151200这样的。啊，那我们来看成本还原。其实它成本还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认为我们的产成品里面啊，不应该有这个综合性的这个成本项目，因为这个半成品它实际上包含了材料、人工、制造费了，对吧？所以就要把这189000给它还原。所以我这块给它等于说是把它去掉，用一个负的189000，对吧？然后呢，后面呢，我们实际上是要把这个半成品呢给它还原为我的材料、人工和制造费用。那这个怎么还原呢？我们刚才谈了，我们是按照我们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去还原，对不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简化的方法，因为你可以看我们这个产成品里面所包含的半成品，它其实既包括本月所产的，本月有只有151200，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有189000，但这个方法是一个简化的方法，就是我就不管它耗用了这个，可能也耗用了上月所产，但是我们就假设按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还原。那我们刚才已经得到了他们各自的，比如说我就用我们这个代码 XYZ 表示这个材料比重、人工比重、制造费用比重。所以实际上那就是我的材料应该是多少呢？其实材料这块应该是189000乘上你算出来那个材料比重 X， 也就是这个120000除151200嘛，对不对？然后就是我的 X。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工呢，也是我把这个189000乘上一个你刚才得到那个材料 Y 人工的比重。然后制造费用呢，就是189000乘上这个 Z 的比重，对吧？然后呢，这个合计起来应该为零，因为这是有个负的，然后这样就为零。因为我们这三个加起来它一定是等于189000的，对吧？我就把189000给分解了。然后我们看还原后的产成品成本。还原之前啊，这是我们第一行，是吧？第二行是我们的依据，第三行是我做的成本还原。那我还原后的产成品成本是要拿还原之前的数据，是吧？也就是用我们第一行的数据，要加上什么呢？第三行的数据，是吧？第一行加第三行，因为我把半成品分解了，所以它这块就没有了，半成品是没有了。但是材料我们有，材料就是这个189000乘 X 这个数，对不对？然后人工呢，我们还原之前还有19500呢，对不对？然后你又把189000里面有一部分，所以它还原之后的产成品成本应该是我们第一行加上第三行，也就是我们这个189000乘 Y， 但是你还得给我加上我们第一行的那个19500，是吧？
同理制造费用也是这样，而且你一定要，我们要做验证的，就是还原之前，你看我的产品成本的合计是238500，还原之后这数加起来一定得等于238500，你不能成本还原完以后把人的产品成本的总数给人变了，是吧？总数不变，我只是把它的构成，也就是说我只是把这个混合的189000给它分解成我的材料、人工制造费用了，这就是成本还原。然后你再把它这个还原后的产品成本除以我的产品的产量500件，一除就是单位成本，是吧？这是我们成本还原计算表。一般来说，在考试的时候啊，因为它我们财务管理、成本管理，它实际上主要看的是你最终的结果。可能通常他要的都会评分的结果是看你最后这两行，对不对？是吧？你中间具体怎么还原分解没关系，但你最后两行得给我填对了。那么其实成本还原我们刚才讲了，其实最简单就是我按照我刚才讲的那个原理，我就是要把这个产成品里面那个混合性的那个半成品那个项目，按照我们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率去做一个分解，对不对？啊，我们教材上它其实列这个表啊，它有一个，它是可以说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啊。我们刚才谈就直接按它的构成比重，是吧？就很好理解。那么还有一种话就是可以算这个成本还原率，是吧？就是还原分配率。你像我们书上这个表13到的，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所谓还原分配率这样一项。我就稍微说一下，就是它这个所谓成本还原率，是吧？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谈的，就是有待还原的费用是多少呢？就是分配率，你想它是分配率吗？既然是分配率，待分配的项费用，待分配的是多少？我们待分配的这个数就是189123，然后分母呢就是各个分配对象的分配标准合计。而我各个分配对象，因为我就是把它要分配给谁，分配给你的材料、人工和制造费用，它的分配标准是什么？那就是上步骤的它的半成品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数额嘛，那就是我上步骤的，我们刚才讲了啊，比如说什么12万啦，什么16000啊，或者15200啊，就是这意思，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两种方法结果一定是一样的。我们在把握的时候呢，实际上考试啊，它不管你中间怎么做，它要的是最后一行这个数，我们评分是按照最后，对吧？我们因为做快考试它看的是你的结果，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习惯的这种方法，是吧？所以你就按照自己最好掌握的啊，就比如说我们觉得第一种方法按它的构成比率，我就先把第一步骤的半成品的那个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的构成比重 XYZ 得到，然后我们就把我的有待分配的这个半成品189000，看它多少是材料，多少人工制造费用，一分解不就可以了吗？是吧？所以谈这是谈成本还原哈。我们现在可以结合我们以往的考题来看一下哈。说这个甲企业生产产品 A 采用逐步综合结转分布法计算产品成本，产品生产是分两个步骤，第一步骤要对原材料进行预处理，随后呢直接转移到第二步骤进行直接加，就进行深加工，所以它只是预处理一下就转到了我们第二步骤了啊，就直接转移，所以中间不设半成品库的，等于说是。然后原料呢在第一步骤生产开工的时候一次性投放，然后第二步骤呢要领用第一步骤的这个半成品继续加工，不再投入新的原料了。然后两个步骤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呢是随着加工进度陆续发生，第一步骤和第二步骤都采用约当产量法在产成品和再产品之间分配成本，月末再产品的完工程度分别是 60%、50%， 也就是说第一步骤的再产品的完工度是 60%， 第二步骤 50%， 是吧？然后又告诉我第二步骤所耗第一步骤半成品的单位成本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分配率，是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你利用的那个比如说这个半成品，你是先进先出啊还是加权平均啊，对吧？那其实像我们这道题它很简单，因为它告诉你不做预处理，它直接就转到我们下一步骤了，是吧？所以的反而就等于说可以说是我们就把它这个就是等于说是全部都，就等于说我们第一步骤完工的我们全都领过来了，是吧？然后我们接着看啊，他说的就是提示你这个所谓加权平均法就指月初产品和本月发生成本中的半成品的合计金额除以合计约当产量，是吧？这是给了一个就是加权平均法来考虑我的这个半成品的发出，是吧？然后又告我17年9月份的成本核算资料给我们来看一下，
本月的这个产量资料，第一步骤，月初在产品8000，本月投产是92000，所以总的合计是吧是100000，然后产成品有90000，然后月末有在产品10000，然后第二步骤呢，我们月初在产品是6000，本月投产，大家可以看，它就是你第一步骤的那产成品给我拿过来就是了，对吧？就哎，我们投产了90000，然后呢，合计96000，然后也是有产成品，还有在产品，那每个步骤这样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月初在产品，您可以看考试的时候，在产品的成本一定是给的，是吧？你像第一步骤给我了，第二步骤也给我们了，本月发生的成本费用呢，它也告诉我们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你看它的要求，第一个让你编制各个步骤的产品成本计算单。啊，直接填表不用你列计算过程，我们就可以一块来看。第一行月初产品成本，就考试一定是给的，我们就直接复制粘贴。大家看我们这个第一月初产品第一步骤，你看材料多少40000啊，所以我就把它抄过来啊，然后我只能拿笔，但是考试它就直接复制粘贴，要很快的哈。那我的人工多少8000，对吧？制造费用我也是抄过来5000，对，合计53000。所以月初我们就直接给它抄进来就行了，对吧？包括我们第二步骤也是，你可以看它的月初也是直接复制粘贴。月初的话，它第二步骤它告我半成品84000啊，那么我们这个84000啊，然后有关这个人工是29000，制造费用31000啊，这个是31000，然后合计啊加一下就完了哈，比如这样。这是我们的月初的，我们先来看本月的生产成本。那么本月生产成本呢，那你可以看到它是告诉我们第一步骤本月的材料是29000，那我们第一步骤材料29000，直接人工呢是55360，我也是把它抄过来哈。然后制造费用呢37240，然后合计是吧，我们也是加一下，我不简单这样来说。然后大家看月初加本月的费用合计，这个一加就可以有了，对吧？然后现在关键就是要划分完工再产。完工呢，它已经提示你是月当产量法，但是第一步骤的材料啊，人家是说原材料在第一步骤生产开工的时候一次投，那既然是一次投，那我们就直接按产量，我们再产品的材料含量是也和完工产品材料含量是一样的，所以再产品的材料的月当量是100%的完工率。我们就可以看它给的我们啊，你可以看它的这个完工再产的这个数量，我们第一步骤完工的这个产成品是90000，再产品是10000，是吧？那么所以我们第一步骤完工半成品多少呢？90000，这个呢是10000。所以你看我的分配率就太简单了，比如说我说这个数啊，比如说我就是这个，比如用三角来表示啊，比如说 A 吧，啊，那就是分子待分配的月初本月的费用合计，然后分母呢就是90000加10000。然后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考试的时候只要不特指的话，我们都用这个加权平均法。那它如果要特指了，比如说因为我们今年教材它已经新增加了先进先出法的月当产量，那你就记住先进先出法它只分配的是本月费用，对吧？因为这个月初的产品它就直接进入到我的产成品成本里去了，所以就记住。那么我们现在没有特指，我们都用加权平均法。然后分配率有了以后啊，我把这个分配率乘上90000给完工，乘上再产的这个10000就给再产了，是不是？而直接人工呢，我要把这个月初本月的费用合计是在完工呢还是90000，但它的这个再产呢，因为它告诉我们在产品的完工度是 6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第一步骤这个10000的约当是多少呢？ 60% 的完工率，那就是等于说6000，对吧？所以它是在90000和6000之间去做分配。同理制造费用也是这样，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接看我们后面这个答案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划分完工再产，就是按照月当产量法，我们已经把第一步骤的就可以完成了，对吧？所以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完工再产的划分。但是现在关键是要考虑我们第二步骤，对吧？你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看我第二步骤的月初产品有了，本月生产的成本，你可以看我们这个第三个资料，本月发生的成本，它只给了你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对吧？直接人工是799320，然后制造费用是889320哈。比如说本月的人工799320，它这个889320，对不对？
那就是说我们给了这个本月的发生的费用，它只是这个第二步骤，我又追加了人工啊，追加制造费用。但是因为逐步结转分布法，我们第二步骤你看它是不是还领用了我们第一步骤的半成品了呀？你看我们第二步骤它实际上啊，我们要投产九万件，而且要领用第一步骤的这个所生产的这个所谓半成品。那因此呢，我们在考虑啊，就是说本月的生产成本这一块，那你得考虑我要把这个九万是吧，得乘上一个我们这个单位成本。那么这个单位成本是多少是吧，那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第一步骤的它的那个半成品的那个单位成本来算就是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题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完工的半成品转出是多少呢，就是396000。然后我们第二步骤就要领用它，因为它直接领用，它没有设半成品库的。所以要这样一来的话，那我们这个完工的这个半成品转出的数额就直接填到我们第二步骤，就是这块。所以这个数是根据我们第一步骤这个给它领过来的。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什么，就如果要是考试的时候我们要是不设半成品库，那我们第一步骤完工的半成品因为直接转到第二步骤了，所以它俩这个数是一样的。但如果我要设半成品库的话，那么你就可能要考虑月初的半成品加上本月这个完工入库的半成品，然后你再看加权平均单位的成本，然后再转出。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半成品库，是不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本月的完工就全部都计入到我第二步骤这一块。然后这块有了也是一样，月初本月的合计，然后我们划分完工再产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得知道第二步骤本月生产成本这个数怎么填，是吧？还有然后我们就要做成本还原了。那大家看啊，我们看那一年考试，它这个成本还原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给你列了这么几行，实际上你中间填一些数啊什么的，它判卷最关键看的是你我们最后这两行，就是还原后的和这个单位成本这一个，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你看第一行还原之前的产成品成本，那不就是你第二车间的这个你自己算出来的这一行数据吗？对吧，就是44万792千88万，然后总的合计211230啊，所以你就把这行的数据给我们搬到这块就可以了，对吧？好吧，这个比如说半成品多少，人工多少，制造费用多少，合计多少，是不是把这个数给它搬过来。然后呢他又告诉你第二行你填本月所产的这个半成品的单位成本，就考试让你填，那我们就想本月所产，他说半成品单位成本，本月所产的，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第一车间，是吧？第一车间呢我们这个有完工的半成品转出，是不是？那他总共是完工了多少件呢？我们完工了9万，那你就把这个数都除以9万，是不是？比如说297320什么的除以9万，我就可以把这一行本月所产的单位成本这个数就可以弹出来，就可以填出来，对不对？然后呢关键是看成本还原，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实际上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做这个成本还原的时候怎么来进行成本还原。那我们这个成本还原的话呢，实际上是要把什么呢，就是第一行的还原全产品这个44万要给它分解，所以在还原就把它变成负的，等于说这一项我加总起来，我得保证我们比如这是第一第二第三啊，也就是一加三这个数，我的半成品就没了，这个数加来是零了，是不是？我是要还原这个44万。然后怎么去还原呢？其实你看我们这里面是按单位成本，其实你不用管它，考试只看结果。我们给大家强调了，我们在做这个半成品还原的时候啊，我们是按照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例去还原，是不是？那既然是按照本月所产的半成品比例还原，那也就是说我要先看一下我们上步骤的它的这个材料人工制造费用占的比重。那其实你刚才如果已经算出单位成本的话，你看你的成本合计是 4.4 吧，那如果我问你这 4.4 的这个半成品里面材料占的比重，那是不是就是 3.3 除以 4.4 啊，这不就是材料比重吗？对吧？然后人工的比重不就 0.66 除以 4.4, 制造费用比重 0.44 除以 4.4, 是不是就可以啊？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太习惯单位成本，那么我们就按照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了，你按照你第一步骤，本月所产的半成品的构成比重，你总的是396三个零，那么我们它的比重，你看297三个零占它的比重是多少，是吧？完工转出的这个人工占的比重啊，这个占的比重是不是一样的呀？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按照单位成本的它的占的比重，也可以按照我们总的这个比重，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块就是叫，就是我们说要把它44万要给它分解，分解完以后还原之后呢，我们刚才谈到是把第一行要加上第三行，这样得到你还原后的成本，然后你再除以它的产量，就是单位成本。这是我们以前的这个考题，是吧？一般来说考逐步综合计算法，它通常都要考你各个步骤怎么样来算产品成本，就是完工产的划分要考你。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第二步骤本月的那个生产费用里面那个所谓的半成品或者那个直接材料那项，它就是你第一步骤，是根据你第一步骤那个完工的那个半成品来的，是不是？当然如果要是有半成品库，那你要考虑去加权平均然后领用这样来算，是吧？啊，这是我们谈有关，这是第一步要考。那么第二个要考我们就是成本还原，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就是要会做成本还原，实际上就是按照本月所产的上步骤的构成比例还原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